家子弟们，每个人都很喜欢我。真与不真都想念，都是假，穿不见冬雪，念与不念都三年，都是缘，爱若不归也。到冬季好像今天，好吧，别动，别动，别动，空白手换来富贵荣华，我是大爱上我这么一个人，才会在刹那之间快自责去对我有愧疚。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很开心的美好的夜晚。我是雷雨，长空之王，五一剑。风暴的主播，可以起飞。你如何形容我？我偶尔也会自责，是朋友，是过客，还是绝口不？点亮也不睡，看机会心跳砰砰砰，你闭着金表在放空，双手跟随节奏在晃动。日后，你便是我九嶷山少司令。我叫顾毅，当赢家比当英雄难。我是海燕，只有跟自己较量才是真正的胜利。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我的心被撕扯得生疼。我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顾毅也。锋芒，牛羊成群，猛兽啊，独行。坚韧，我要是爬不到伊莲的头上，顾毅也就是孙子。在森林里面长成一个大树，不算什么本事。在沙漠里面长成一个大树，才值得骄傲。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温暖。他从一开始，他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这样一个人，心气儿非常高。给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后我在军校，72个月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所以他会跟郑明师长说，我要申请调到夜老虎连。现在我申请调往700团夜老虎连。请求师长批准。结果吃了一个闭门羹，输了大把的时候。
顾一野的成长就是他认识到了原来自己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这么厉害，我还有成长的地方，然后再到后面经过战争回来之后，那我觉得是对他的人生的一个重大重大的一个转折。这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背负的责任是什么，自己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很难得的是，他一直在坚持自己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军队变得更机智、更强大、更有力量，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而服务，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才是我的荣誉。刻挂在我们心上是一个平凡的愿望。我觉得我们演的这个在军营里面的青春的这个年华，我觉得是特别特别让我向往。我仿佛觉得那个人不是我自己，我就觉得他就是顾一野，这是属于他独有的青春年华。王牌部队他有的不仅仅是强健的体格，或者说是有谋略，更多更多的是他承载着无数人的精神上的寄托。我曾干了很久路，你做了很久梦，能交换真心就已过冬。许多孤独夜晚像落叶飘流，可他总有办法，有场心在枝头，种子会发芽，你就会遇见我。让你握个手，你咋直接把你哥往怀里带了呢？握他先握个手。在那一个蓦然回首，宇宙青眉头。曾看那山崖无期，那梦有痴，心为朱熹而君不知。可是前世与你错过太多事，从来都不记这些。要不然你曾经演过为你天子笑，我分给你看，你当初没看见我行不行？南山，哎，等着我。什么？你等着我？那你干嘛这么生气？我也不是。别闹，你把我当是谁？我曾经把你当做乌苏里的事情，可是眼下这些人，你这么走心，我该送本。我那心上有阳光，天有一条路，我确实不成。南站，你老板不是说不喜欢他吗？南站，你不走了吗？要我不行，能够重新遇见你，我会遇见。人生得意知己。每个未来都不一样，就像那 kiss kiss 亲吻脸颊的微笑。小安，我的女朋友，你愿意嫁给我吗？没错，我求婚了，明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婆了。老婆，顾太太，晚安。老婆，这么帅的人是你的，我好想你啊。笑死我了，快看这个臭皮波一直给别人安利自家灯牌。
还有什么肖战、一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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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说话。何惧在为求那时候爱的就含蓄如火箭，那时我不是就就是Thank you.